政府总部出面的论坛有大约20名市民参加，保卫香港自由联盟要求行政长官梁振英落台，立即有全民普选。另外有人责认即场整嘢食，又说会逗留到今个月的16号特首梁振英发表施政报告为止。行政署就说没有收到任何人的申请，要求在元旦日游行之后，在政府总部东翼的前地通宵扎营，又或者是进行多日的留守活动。又说如果有团体强行进入集会，当局会因应实际运作的需要征询警方意见，尽量以包容的态度来处理。香港宽频电视记者何玉生报道。